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收看礼拜三的观点电影新闻。伦贝国中的校园非常的宽，和师生常常为着环境的摒扫伫咧上脑筋。家长曾经挑知影了后，都甲伊的太太两人，逐礼拜拢来协助学校整理四周边的杂草。两阿妹一心，也和校方甲社区居民拢相当的关心。对此，曾经挑表示，因两阿母拢将这项摒扫的工课当作是运动同款，对家己甲别人拢真好，所以是愈做愈欢喜，一点啊拢袂感觉辛苦。鲁北高中的校园有八公顷外，面积全国数一数二。虽然校园真宽，但是鲁北高中的学生仅有600外位，所以校园环境的维护工作，让全校师生非常头疼。刚才有一位热心的家长知影这个代志了后，就主动甲太太两人每礼拜半时间来协助整理学校四周围的环境。我们伦贝国中啊，校地非常的广大，有8.34公顷，这么大的校园，实在是我们的师生要把它好好的整理哈，就是相当吃力的工作。那理事长呢，在有一次亲子教育讲座的时候，我就提到说啊，学校外围的环境目前草比较长，要请家长们包涵，我们会慢慢的把它做完。那这个讲座结束之后，理事长就过来哈，告诉我说：“哎，校长，哎，我可以礼拜天的时候哈，就是和我的家人一起过来这边哈，就是来做除草动作。”渐渐听阿宝两人来替学校整理环境，才过外围时间，都已经清理三年。因的热心甲骨力，让家长甲地方居民相当敬佩。哎，两阿宝吼，安尼自发性哦，因为做过外围的哈，差不多条已经做第三年了啦。感谢咱龙背高中的志工。哦，咱个曾大哥甲曾大嫂，哦，对咱伦贝国中个子弟吼无私个贡献，哦，啊，小弟在遮代表咱伦贝国中家长委员会，哦，致上120,000元个敬意，啊，甲感谢。要担任过阿宽社区理事长个詹金条表示，来摒扫环境也是一款运动，对家己嘛真好，所以伊甲太太两人是愈做愈欢喜。哦，啊，我做这无啥物，我是为我家己，哈，我是讲哦，做健康啦，即上好个运动个一种。因为吼，我着切有时间，我来你看，做啊流汗流口，啊个吼，即摆吼，即回做到倒位，啊则后回着有希望嘛，啊有希望上水啊，吼后回着讲我要搁对倒接搁做，吼人着是爱有一个希望安尼啦，吼这上好啦。接近条也期待伊的努力会当得到大家认同，吸引更加侪人来投入社区环境的改善，让社区更加美观。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。